系豆豆，我系一粒飞基因改造嘅黄豆，生长喺广阔嘅农田，嗰度嘅水好干净，农夫伯伯仲好悉心咁照顾我添啊！今日系我喺你锦记学堂读书嘅大日子，我会努力成为一只大家都喜爱嘅你锦记豉油，为珍馐菜肴调味增鲜。你锦记对于挑选同栽培黄豆新生非常认真，为咗种出最上等嘅黄豆，学堂会培训农民预防虫害、安全施药、施肥、收割等技术。所以入读你锦记学堂嘅黄豆，粒粒都光亮有润泽，而且大细重量平均，仲一定要系 IP 认证冇基因改造过，品质符合中国一级标准，入学要求好高噶。你锦记学堂有130多年历史，全球知名。学堂坚持用高盐稀泰呢种工艺嚟教豉油学生，所以毕业生去到边都好受欢迎。豆豆啊，乜嘢系高盐稀泰啊？高盐稀泰发酵工艺系中国传统豉油酿造嘅工艺，对原材料嘅要求好高，需要原粒黄豆、盐、面粉呢啲原材料，会喺低温到常温下发酵，适合菌种生长。黄豆中嘅糖分得以产生酒精同有机酸，令到豉油散发独特嘅酒香同脂香。而且会在阳光下天然生晒3至6个月，豉油不单止香气四溢，而且呈现一片闪闪生辉的浅红褐色。够钟上堂了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上堂，看看你锦记学堂是怎样栽培我们成为豉油了。